去的事儿可以一笔勾销，只要你跟我道歉，我可以破格录用你。不可能。你到底清不清楚自己的处境？现在你是下级，我是上司。还不一定吧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想要这个工作了？想要啊。那道歉啊。不道。你少来这一套啊！要尊严就没有面包，这世界可不会围着你转。那你直接淘汰我就行了呀，干嘛要跑这一趟？无非就是想趁机会羞辱我罢了。大家半斤八两啊。我是在帮你。不需要。我这人习惯直立行走，不习惯当别人的狗。谢谢你难喝的咖啡，再见。行，你小子有种，有本事别让老天爷爷碰到你。逞强一时爽，你稍微低下都会死啊！不行，在他来抓我之前，得先跑路才行。现在才想起来，晚了点吧？怎么，打赌输了想逃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入职盖的章不对，一看就是假。什么？那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这帮人也太过分了吧！荣品文化从今天开始和陆清武一起在我心里埋葬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那你一开始就知道，你怎么告诉我？你套路我？没人逼你答应啊？怎么，想反悔？哼，我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，不就去你公司吗？不就是学会喝美式吗？你别以为你得逞了，我还是会反抗的。还是好难喝。没有关系，到了我公司慢慢让你适应。不过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谈论还是有必要的。叫哥哥。哎，别别摇，别摇摇了不好喝了。陆老师，什么事儿？新上线的漫画数据更新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又是第一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，怎么了？您还是自己看看吧。美人一休上线第一天，浏览量就破了第一，破了《花与罗曼史》的记录。何主编，我没买营销吧？没雇水军刷流量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就七仔之前那人气。不过现在呢，我们要立刻展开推广，我们立刻开会。主编，我先跟我的助手打个电话。那咱们就先开会吧。来。是不是再也画不了漫画了？现在有地方让你画吗？还没认清现实呢。喂，思琪，我们赢了。什么赢了？美人一休上线第一天，浏览量就第一，破了《花与罗曼史》的记录。恭喜你啊，可以当职业漫画家啦，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，快点来漫草文化吧。干嘛去？我不回去了，我要继续画漫画。给我进去。
说一遍。我问你，你跟金子琪什么关系？啊，我是思琪的搭档，请问您是？我是他哥。啊，哥哥好。谁你哥哥？你到底跟思琪说了什么？如果不能成功，就不要给他幻想。你这样只会害了他。喂。您好，我这边信号不好，都没有听清楚。不过哥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思琪负责的，请你放心把她交给我，我会让她幸福的。说什么？哎。